家好，我是田馥甄。在4月13号晚上7点半，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邀你一起来听我唱歌。新梦一，暗自 say。金曲歌后田馥甄用影片邀请歌迷，人形立牌携手好久不见的林小培跟小美江美琪，4月13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开唱演唱会，不只带来经典歌，还会演出客语歌。但到底会唱哪几首？歌后们大卖关子，只透露有大彩蛋。其实呢，哎呦，就讲一个好了，一定会有，就是。比方说他唱的时候我去搅和一下或者什么的，会有一些会有这样的东西，但是至于是什么，可能我觉得可能要现场大家听。记者会现场，小美跟林小培用客语玩闹，两人最近也接连发行新单曲，只说 Hebe 仙女竟然也下凡。这次演唱会由客委会主办，找到三位风格大不同的客家歌后同台合体，要让粉丝大饱耳福。阿庆，你的某行乜街啊，我发行了那个新的单曲在昨天，然后新，哎呦，恭喜，新歌，陈梦妮，客委会族群主流化，我们也希望在许多的公共场合，特别是这个年轻人现在最流行的这个去看演唱会的这样子的活动，有机会能够听到我们客家的歌曲。客家介入主流，三位歌后跨界合作演唱会，要用在地文化翻转新一代音乐。新唐人亚太电视，之前李宁玉讲台北采访报道。